我们今天是要设定今生为人来到这个世上到底要做什么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你说我来这世上，我明天走了，到目前为止，我觉得我已经很值得。为什么？至少我100多条歌在这个世间了吧？是不是？唱也唱了多少年了？是不是？是我手上留点东西吧，就留在就是。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我觉得是这个德啊，要能够大家共振。好、哦，为人在这个世间呢、啊，短短这几十年，至少我们不是一个绝缘体，对吧？我们是一个传导体，对不对？或者是自发体，什么体，什么东西的自发体呢？德，是不是？有这个东西你会觉得很欣慰。所以有一天啊。你再去想你这一生有什么有德，有这个东西就再讲再多没太大意义，因为那么多东西，然后又怎么样？就好像香港，看到香港我就想到香港不是有个赌王吗？是不是？他娶了那么多个太太，是不是？然后他当时那么有钱，也就这样子吧，就这样子啊，这一生就这样子啊。但是他这一生为他带来的东西，真的带到哪里去了？不知道，是不是？也就是一场游戏一场空，真是这样子啊！你再想想嘛，你想想那台湾的王永庆，是不是？还有这个长荣集团的这个谁啊？名字忘了，一样啊，这么有钱欸，这么有钱欸，这辈子不就是这样子吗？就这样的、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人生嘛，谁都是在这个地球上是刹那间的过客，对吧？只在这过客的同时，有没有点什么东西能够演变出来？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重点。否则，我问你啊，读书所求为何？你说那工程师就活得太没意义了，就跑去阿公店，还是跑去哪里？是不是？嗯。哎，再回头想一想，干嘛呢？你读那么多书干嘛？对不对？你做这工程师，然后收入也不错，那后面那又怎么样呢？是不是？有时候想想，哎。看你怎么想吧，人生就这样。但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最后拿到往更高层级这个车票、太空梭票的这个人，拿到这个票的，那才是王道。你说是不是？要不然你用半天，搞了半天，最后一场空，然后人家说下一段要车票，票呢？嗯，票在哪里不知道，这辈子白搞。对吧？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越年轻看得越清楚的时候，越有福气。你说到最后盖棺论定前，才说哦了悟了，这一生走的也是窝窝囊囊，对不对？所以这都是我们为什么要到超马这里面的这个系统来学习。为什么我们要赶快跟天地相链接，好、哦、共振？然后这个上体天心，哎，这些都是有意义的事情。